忙，好忙，好。本来想说，唱一些比较流行一点的歌，因为你们刚刚听到蔡健雅就有点疯狂，阿妹也是，但是来台东，你们就暂时忘掉那些大明星，因为我就是大明星。没有啦，刚刚开玩笑话，有直播，那个等一下帮我处理一下摄影师。然后这首歌叫做《佳佳歌》，那你们有听过佳佳这个人吗？然后，那他的浩恩，他的 partner 浩恩就是我，没有。那他有一首歌叫做《佳佳歌》，然后前面有一个阿美族的一个族语的歌谣。然后你们也可以，这是一搭一唱这样子。然后它比较难，跟前面开场的时候那个咿耶呀有点再更进阶一点。就如果你们想出专辑的话，你就要练一下这里。我先示范一下怎么唱。啊呜啊呀嘿呀呜呜啊呀，然后你们要唱。原来这一切都是真理，打开窗。
们回去要多练这首歌哦。下一次，哎、啊，我的鼓手是铁花村的音乐总监。对，那如果你对发片有兴趣的话，待会可以去找他签名。今天很多要签名的人，你们都还记得住哦。你们要去买我的明信片，这是重点。好，那谢谢大家今天来到铁花村。那你们的饮料都还满意哦。还是我要发问卷，你们都不敢讲的话，我发问卷给你们写。好，那待会要离开的时候，桌上的空杯跟空瓶，麻烦帮我们拿到我们吧台的侧边，会有工作人员帮你收拾。那记得有喝酒的人千万不要开车，有开车的人千万不要喝酒。如果你是走路的话，你要边喝边唱边吐都没有问题。好，那你的男朋友、女朋友、贵重的行李跟小孩子都不要牵错或抱错，好不好？好，那谢谢大家，我叫喜如故，那感谢大家欢迎到这边，我们下课。